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谢谢尊贵的仁波切继续给我们加持。我们修行人就是希望头顶上心里随时有如父如母的上师的加持，我们的内心就有所依止，就不会像孤儿一样。所以因为内心没有一个圆满的依止，当然我们就会像刚刚讲的孤儿或是一个乱跳的动物，往外要去找所谓造成痛苦的快乐。所以我想大乘佛教最主要的基本就是有一颗安定圆满的心态，所以透过仁波切的加持，我们有如坐在佛陀的心、佛陀的怀抱，那我们的内心就能够安定、平静，进一步来学上师、学佛陀的心跟行为。在一部中文的经典叫大乘四法经，虽然经文很短却很重要。那四法呢，第一，临舍掉生命永不离开善知识；第二，临可舍掉生命不起嗔恚心；第三，临舍掉生命不离开菩提心；第四，临舍生命不离开极静处，就是像空性。所以我想，不离善知识，不起嗔恚心，不离菩提心，不离极静处，所以我经常喜欢这样背，那就成为我们的戒律，也在我们汉人的传承里面，所以每一部经典都是你行菩萨道的戒律，每一个字都是你的戒律，要放在你心里。在我们汉人的修行有一个习惯，所有老和尚都一样，其实他们很会背诵经典里面的四句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讲的都不是我的想法，都是佛陀怎么说，然后所以你应该怎么做，甚至背诵的是祖师大德的寄诵。比如在台湾有一尊肉身菩萨，就是台湾第一尊出家人舍报以后，像那时候中国八大师一样，肉体我圆满存在的，他这两句话是他的遗训，
以佛心为己心，以师智为己智。那我们时时刻刻要以佛的圆满的觉醒的心来转化自己的凡夫的心，以佛心为己心，以师智为己智。上师所要成就的事业，就是我们要跟随圆满成就的事业，以师智为己智，那这样来解释每一件事情。我在四年前照顾了一位我的格鲁派的上师，一直到他往生。然后他往生之前到往生五天，他们都让他坐在那边。然后我就发觉一件事情，那这位上师就把他的根本上师讲法的所有录音带，他们就24小时一直播一直播不一样的，然后从他断气到断气五天都是在意念的上师的教法。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就像我们汉人喜欢意念佛陀一样，念阿弥陀佛也是心里面，就算临命终了，那这是他们说意识还没有脱离这个肉体之前，他意念的都是上师的教言。有一次我到新加坡，他们给我说一个老和尚99岁可能快走了，那我就赶快去见他。那我去礼拜他的时候，他除了问我叫什么名字，然后就一直跟我讲龙树菩萨的八部不生不灭，从头到尾一直在讲，一直在背，讲到他快没声音了，他说你可以回去了。这样，那让我觉得凡夫想的是儿子啊、财产啊、我生病怎么办啊，但是一个一辈子修行的人，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意念法，然后把这个法的功德也希望你知道。他希望龙树菩萨的中观的精神他在背诵的。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我大部分去看老和尚，他就说好好念佛，替我念佛，这个也是真的。但这个老和尚比较特点，因为他研究中观，所以他思维空性，他嘛哪怕最后一口气都还在意念这个。就像我小时候读书，那我们在台湾有读叫国父思想，就是三民主义，那是对我人生一个改变。因为里面有一句话说，这一位华人的父亲国父，他在死之前他永远讲了一句话，革命奋斗救中国，他就这样断气了。所以我读到那边的时候，我整个人生就有点改变了。所以一个人要死之前，他想的是国家世界。因为这一位孙中山先生，他提出一个对人类最好的思想，8个字：世界大同，天下为公，给我们那种对整个世界众生的这种平等的关怀，所以成为我们华人一个很好的典范。所以我从小就告诉自己，原来这个世界没有天才，专心就是天才，不要让自己的心被生病啊、死亡啊或是痛苦的乱象啊所干扰了。我想这个是过去式的善根。今天早上我有看新闻，为什么？因为我的师父交代着每天都要看半个钟头新闻去关心世界，所以我都有看。然后我看到一条新闻，就是美国的老总统老布希舍报了，然后新闻标题写说他讲了4个字，我就赶快看到底哪4个字。我想说我爱美国，我爱世界怎么样。然后呢，4个字写的是我也爱你，然后当然我要继续看，原来是他的儿子年轻的小布希
跟他讲一句话，在他爸爸断气时说：“爸爸，你是我生命最好的老师，我爱你。”然后老布希就回答：“我也爱你。”然后就断气了。所以我想，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道德家庭。当然我们学菩萨道，我们就是在讲菩提心对整个世界的众生关怀。那当然我也常这样想，如果一个认真努力的人把这个认真努力转为来修行佛法利益众生，他一定很快成佛。每个人都有这个很好的动力，只是我们应该要随喜自己，我们真的很有福报。就像各位刚刚在念这个法会之前的祈愿文，那就是一种佛的心态。如果能够保持在这样心态来开车，这是我的习惯，吃饭也好，开车也好，走路也好，穿衣服也好，都要想的是为了众生。因为我们学佛知道，生命的敌人就是我执，为自己想。我有利他的心态或是执着利他，所想的都是当愿众生，愿他们成佛。就像今天早上他们都很快乐，我们都很兴奋，下雪花了。然后我们居士说，这个雪花就是当时候仁波切教我们闭观念普巴金刚观想，然后哇，雪花就下来了，像普巴金刚。当然我也想到仁波切说了，就算冰块下下来没关系啊，有慈悲的太阳它就会融化，它就会变成水啊，会融入一切。当然你作何观想都没关系，就要把这些世间的假象转为一种真理的思维，而来做一种行动的实践。所以刚刚说的小布希对老布希总统讲的那句话，你是我生命的导师，我也讲过两次。那我不是对我爸爸说的，就有一次，因为我那时候讲到出家在家的时候，实际上是十四，在我家里第一次开口讲要出家的是我的儿子，在他好像应该不到六岁，他就说他要出家。当然我也不太了解，后来我也慢慢去了解出家的定义，然后因为我妈妈的病而让我发这个愿。那那个时候我的家里的人当然就想尽办法要阻止我们出家。那时候我的丈母娘包括我的妈妈都想，如果我的儿子不出家，我就不会出家了。所以有一次我的老丈母娘就把我的儿子找过去，跟他说，现在阿嬷要给你很多很多钱，到你这辈子都用不完，那你不要出家，等阿嬷死了你再去出家好不好？他想到这个方法很好，他就说好。那好，他就跑出来找我，他说，爸爸，我什么事？你先去出家，我答应阿妈妈阿妈了，等她死了我再出家。然后我就跪下来跟她磕三个头啊，我说，你真是我生命的导师，再来啊，家里都交给你了。完了就让她被打了，因为她妈妈没有发泄的对象了。然后再来我就去看我的太太，当然看到她的时候我也跟他跪下来，你是我生命的导师，因为你教我这种爱情的苦啊，对不对？我儿子教我生命的苦啊，跟生命的爱啊，所以我也跟他拜三拜。当我拜完以后，他跑掉了，我还来不及跟他讲，不过我还是讲了，因为只是我对我来讲，我觉得，因为世间的这些都是可以成为你教育你生命的方法，从父母教我们感恩的爱，从子女教我们慈心的爱，从夫妻教我们这种知道你爱我我爱你的痛苦的爱，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做法。不过对我而言，我为什么会跪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传承。我记得以前就有人跟我说了，如果你要跟一个女孩子分开，你就跪下来跟她拜三拜，就断掉了。那我永远都记住这个，所以我都会，我拜了好多次了，偷偷拜啊。那后来我出家三个月了，因为我太太对我一直放不下，结果有一位法师也很聪明，
因为我太太很喜欢供养啊，过去那位法师带她来寺庙找我，第一件事情就告诉来，他叫他跟我拜三拜，拜完以后啊，我就觉得我很舒服。我知道他自己虽然控制不了，但是他已经学习放得下，因为他对我拜三拜，就代表他承认我是一个出家人。后来他我的儿子也是一样，我出家以后第一次他碰到我，他也是跪下来拜三拜。我也知道说，虽然我很爱他，但是他在他心里我是一个出家人了。所以我想这也是各位可以学的方法吧，回去赶快拜。不过我想跟对方顶礼并不是断绝跟对方的关系，我们只是断除跟对方世俗的关系，但是从内心里面却要承诺，直至对方成佛，我们永远不断地在希望他能够引导他乃至最后成佛。所以佛经里面说的菩萨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就是你舍弃了众生，我不理你了。我们往往很容易生气的时候就舍弃了对方，你舍弃了一个众生，你不可能成佛的。所以我想到今天为止，我只要有在写牌位，一写我就会跟他故意顶礼，因为经典有说了，我们发菩提心的人是欠众生债的，只要有一个单独一个众生在受苦，哪怕他过去怎么伤害你，然后都是你的责任。所以达摩祖师叫我们修行，第一个重要的叫报冤行，就是说我们来这个世间投胎，我们是来报答众生的，众生是来找我们报仇的，我们要来还他债的，要从内心里面完全的不舍离众生。那第二个，当然菩萨的障碍除了不能舍离众生，第二个就是不思维空性。如果你不去思维空性，你就会魔来障碍你。所以所谓的舍弃众生或不思维空性，就会魔障，就这个意思。所以讲到这个，我每次坐在仁波切旁边，我就很不好意思，因为他是修痛苦的，他给我们感受是痛苦的，关了20年，痛苦的，更精进。那我从出生到现在一直在快乐快乐的，钱太多，感情太多，然后我也在修行。但是我认为反正有个人个人的因缘，好像我比较有福报。但是后又讲回来，是我认为快乐也好，痛苦也好，这个世间的一切都可以拿来做修行。不过我又认为说，痛苦反而比较容易修行，快乐就像佛陀要成佛以前，三个魔女来诱惑魔头，我认为那个是最后一关，这一关也能够超越的话，也是就能够成就。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借假修真，你要利用这个世间所有的假象来找到真相，来征服自己。只是我认为这个时代好像是一个脆弱心灵的世界，因为物质欲望满足了，那人类的心灵更空虚，更空虚，他想要去追求更大的爱，被尊重等等。当然如果我们是一个有感情的人，我们可以把对方的这种感情透过佛法的这种，特别释迦牟尼佛的爱，所以让他们升华，这也是一个方法。不过讲到感情，我看到佛陀的故事，释迦牟尼佛要出家前一天或是那天晚上，他故意跑到房间去看他的睡觉的太太跟儿子，然后他看到他的太太耶稣多罗就抱着罗诃罗睡着了。但是他立即那个经里面写着说，
佛陀那个悉达多太子心里如刀割心脏一样的痛苦，因为他必须离开他所爱的太太跟儿子，这样去出家了。所以我看到这个也很感动，我就说那个也很痛苦。但是当然轮到我要出家的时候，我比他还惨。我不是我太太抱着儿子睡觉，是我太太知道我要出家了，他就拿着那个最重的衣架子，然后就一直往我儿子身上啪啪啪一直打。他的意思就是说，看我，因为我碰都不会碰我儿子，我一定会出不了家了，因为我没办法接受这个。那我儿子的习惯，他稍微打一下他就会哭，但是那一次他妈妈那种发疯的打，他一点都不哭，他就一直忍，一直忍而已，一种忍的声音。那个时候我在想说，哇，我这个心比佛陀还痛苦了，到底我要不要出家？所以当然我还是走出去了，只是我走出去的时候，我告诉我自己，为了我太太比我还痛苦，儿子也受了苦，所以我一定要很认真的修行，虽然我心里很苦。但是事实上，就像我要出家，我的妈妈也是抱着我流眼泪，我的丈母娘也抱着我流眼泪，然后我都知道他们很苦，但是也因为有这个苦，我必须放在心里面，所以我不想放逸自己，所以我不想在出家以后去伤害到他们，包括以后我出家去谈恋爱或是还俗或是追求金钱，这些都会伤害到他们的心。所以我想做一个菩萨，我们不分在家出家，我们是别人的模范，别人的模范，所以让别人看到你在开车做任何待人处事，你必须从给别人一个希望，一个佛教的希望在我们身上，哪怕呢大家都是不同的宗教信仰，你必须让他看到这一点。所以包括我在飞机上，当然有时候坐在我旁边的都是外国人如何如何，但是我就很认真，我都不睡觉了，我就很认真在替他念经啊，替他转念珠啊，他们已经在观察我，所以有几个老外都问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忙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忙啊？我说因为我在 practice， 这是我的责任。那我很快，因为他本来不跟我聊天的，然后他就会，只是我英文没那么好而已了，但是我会尽力跟他解释，因为我想这样他可以坐在我身边，坐在我后面，一定跟我很深的缘，我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度他们。所以慢慢我就觉得说，修菩提心一切都不能为自己，任何一个蟑螂蚂蚁在你面前你都要示现给他看，这样以后慢慢就养成了自己的一种利他的习惯。我记得宗萨仁波切讲过一句话很好，他说轮回是战场，我们修行者是一个心灵勇士，所以各位在面对各种世间的境界，那你看能不能征服自己。所以我也记得感觉仁波切在书上写了整个佛陀的法教就是在征服我们这个自私我执的这一颗心，这是法教的中心。所以佛陀的法教永远不离开四个字，叫调伏内心。也唯有经过调伏内心，那进一步我们如何去发展慈心、悲心、菩提心，这才是我们整个的修行。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可能要把世间的真相看清楚，不要逃避它。男女的问题、金钱的问题、死亡的问题、国家政治，任何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我们必须去看清楚它的苦。这就像我们《金刚经》说，凡所有相都是虚幻，都是虚幻的，离一切相即见诸佛。那你要打破这个，那你要打破它，你必须要知道它而超越它，而进一步去变成对它慈悲，
就像一个人对你有害的心态，那我想你看清楚以后，你会很可怜他。所以不是去骂他，而是如何去改变他的心。因为我们愿意做心灵勇士、心灵战士的人，我们目的要让别人的心也能够没有痛苦，也可以得到真正的这种佛法的快乐。我很喜欢念一个咒，普贤菩萨心咒，叫嗡三昧耶萨埵梵。密乘里面最高的叫三昧耶咒，一种对上师三宝面前的誓愿的戒律。那在汉传佛教最重要的修行的四个字叫一心念佛。这个一心念佛，我的解一心就是金刚乘的这种三昧耶，而不是一种心，而是包含了所有修行的心态。所以我自己很喜欢看佛塔，所以我每次会把佛塔从下到上都是解释每一层每一层代表什么心态到最高圆满。当然也像这里面包括中国八大师所讲的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修行。那首先我要先谈一谈属于下士道的修行的心态。首先第一个心，对自己有惭愧心；第二个，对父母有孝顺心；第三个，对众生有报恩的心；第四个，对三宝有信心；再来第五，深信因果轮回的心。那我想这五个心，那就是我们在修人天福报基本要具足的。那我比较重视的是第一个心，对自己有惭愧心。因为我们每天在拜佛，甚至我们出家人理个光头，天天要摸，就要消除我慢我执。甚至有一句话，只要有一个众生在受苦，我们有什么好快乐骄傲的。要这样来顶礼众生，要对众生有惭愧心。那后面呢就比较容易理解，对父母一定要有孝顺心。所以我每次念点灯祈愿文，阿底峡尊者的祈愿文，父母为首有情重，那时时刻刻要把父母想在我们前面，然后以对父母的孝顺来对待众生，就会产生第三个对众生的真实的报恩心。那为了要报答众生，那我们要升起对三宝的依止而皈依三宝，也祈求三宝加持所有父母众生。那开始修行了，那当然就要相信业果轮回而持戒布施等等。那当然我这样讲前面这五个心，不是说我先修那个修行修哪个的，而是一起三昧耶，就是你必须把这个世俗的心、空心、圆满的菩提心一起都在运作。在大乘的经典有很多三昧耶经，讲了各种的三昧耶的修法。当然刚刚讲了所谓人天福报的修行，有一句话他说，成佛跟没有成佛事实上做的事都一样，只是动机心态不一样。所以各种宗教也在供灯，我们也在供灯。特别我在西方国家，我很喜欢去天主教堂，我比去佛堂还认真。因为我觉得好像去佛堂好像教派不一样，他不太理我，然后我去天主教没这个问题。所以我会在那边很认真的点灯来做观修。所以虽然上面摆着是上帝也好，十字架、圣母玛利亚，但是对我来讲，十字架代表忍辱，接受承担众生的苦；
圣母玛利亚代表爱，我们要去如母亲一样的去爱所有的众生。那当然在教堂里面有很多埋在地下室或地板上的死亡者的名字，那是我们大慈大悲的对象，而在里面以这样的动机来做修行。所以前面所讲的并不是说因为我们修空性，我们就对前面的这些惭愧心、孝顺心、报恩心就好像觉得那个跳过去就好，而更要很认真的，比平常还认真的。所以就像晓之一颗沙，你都要当作是佛的钻石一样的去努力的去圆满这个心。因为我发觉现在有很多修行者，我发觉资粮不够，虽然我们在追求空性菩提心，他永远不了解，甚至出家他也不了解，因为他这方面的资粮完全不够，他就跳到那边。因为在教育上已经教育他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谁会去修下士道，然后他们都喜欢直接跳到上面，然后反而是对他有伤害。所以讲到天主教、基督教，事实上我以前是基督教徒，但是我认为对我有很大的帮助。甚至有一次我去荷兰去一个教堂，我会觉得说这个教堂是我以前的教堂吧。所以我从小也会做梦，我也梦到我在哪一个寺庙。后来我回去以后，我经过那边，那我就不想出来，我觉得这个我从小就做梦了。所以我想人事实上在轮回的过程，好像什么宗教你都参与过，所以这样你才会产生跟他连结。也就是说我们虽然不执着，但不能舍弃对方。所以我应该做过天主教的神父，做过基督教的传教士，甚至我还看过我过去式的相片。所以那我讲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在修世俗心的时候，那我们必须有那种真实的感恩的心，没有这个过程，那我们也不能最后找到一个就近的宗教。所以包括佛陀，包括目犍连，他们以前都是应该叫外道一样，苦行外道，婆罗门教，但是他们还是有精进的在追求就近的方法，最后他们才可以进入到佛法的核心。所以我认为佛教它不是宗教，它只是一种中道的一个真相真理，那这样世界才会和平。如果有宗教跟宗教、教派跟教派的对立，那就永远没办法和平。但是看到真相的人，看到空性的人，对他来讲一切都没有分别。老实说，各位如果有点了解我的，我是努力去做好事，去修善业，然后呢训练自己故意去很慈悲，就像演戏一样，我认为演久就像。但是基本上就近来讲还是要证入空性，那这一点我也很积极，但是这也不是一天可以达成的，所以只能说我们都朝着方向努力。所以各位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你就要好好的医治我心中的达摩祖师的化身、龙树菩萨的化现、感千仁波切，会比较快一点。我讲龙树菩萨是讲以经教入，因为要看中观，摩诃波罗波罗蜜经这样。但是如果以达摩祖师来讲，它是一种实修，所以面壁实修，消除我执。那我想应该在仁波切身上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印证，这个比较重要。当然我个人的经验是，我从认识我的师父卢须长老，他就要求我每天一定要禅修心经，不是光念，也就是说要把这260个字在静坐的时候至少半个钟头到一个钟头，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去思维它的意义，然后把这个意义用在你内心里面，
我想对我是有一点支见长的帮助，因为反正发生这么多事情，它最后都是回归空性，就像我们叫温度计叫归零，所以对我来讲，每天晚上我都要这样，然后才睡觉。所以我也认为禅修是一种习惯于习惯于让自己的内心习惯在那个状态，因为我们已经习惯贪嗔痴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禅修习惯在那种状态，然后那个状态变成我们本来的状态，那就是不断的练习，这是我目前的看法。第二个方法是我也故意不断的去强迫自己去所谓慈悲，去奉献，去付出，然后这样好像最后这个我就会缩小自己，缩小一点点，然后呢扩大众生我们的责任。那我想这只是一个路，在这个路上这样而已。不过对我自己来讲，我认为修行就是佛跟魔在打仗，所以我不敢放松。虽然外表我看起来比较斯文柔和，但我内心里面比较严肃一点，像在战争一样。因为当我们升起保护自己的这个我执啊，那个就是魔鬼又来了，所以你必须想尽办法把它斩掉。所以当然透过对佛的观修，然后自己就会把自己消除掉。但是我认为这个战争不可能停止，因为永远在努力。为什么？因为我认为大乘要所谓正的空性，我们大乘叫大波涅槃，不是个人的涅槃，是所有众生的涅槃，那才是我们更努力的目标。所以所有众生只要在我执贪嗔痴的时候，你马上要升起很强烈的悲心跟责任。所以我们中国有一位祖师，就是上回讲的那个慈航菩萨，这个肉身菩萨，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就算你成佛了，你都不知道你成佛，你还在冲啊，因为只要有一个众生还在受苦，我们不能逃离开那个地方，然后这样就往这条线去做。当然他的意思也告诉我们，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有没有真的空性，甚至他成佛了都不知道，反正生命是一种永恒的努力，永恒的慈悲。那我想这是我认为在末法时代可能必须用这个方法，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谁证的空性。所以在我出家第十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个算我这辈子最大的灾难吧，就是我的师父跟我的师公被毁谤，说他们两个联合起来强奸比丘尼，然后整个台湾的报纸包括电视24小时都在报这个事情。那是那个时候我的师父他经常跟我说，他这辈子想的就是要闭关，终于他闭关的时间到了，那是也没那么容易，甚至有很多人，然后就发动100多个人要去抓我师父，把他衣服脱掉，强迫把他脱掉。然后我师父没地方跑啊，就跑到了中部我师公那边。结果当天晚上就发生台湾最大的地震，921大地震。所以我们佛教也知道说，出家人被毁谤，然后整个社会如果不能够了解，就会发生很大的灾难。那当然我的师公我的师父也跟我说，这个是因缘吧啊，他自己就好好的闭关惭愧一辈子，因为他因缘到了。当然他就会说现在他闭关就好好要来修空性了啊。那对我来讲，他也跟我说，所以他说海涛啊，那你现在你要多跑吧，你还会讲当地的闽南语啊，甚至去国外跑，那你要替师父多推动一点。
但是我是觉得说，当然我师父所示现的空性，就是说，当他面对这么大的苦难呢，全世界都在误会他的时候啊，他都静静的，静静的，所以他就在他的闭关外面写个白衣闭关，白衣就是还俗的意思了。他是在白衣闭关，因为他也不怪那一位对方。当然后来这个事情真相大白，对方就跑掉了，啊。但是我的想法是，这些善知识他们都在视线在很大的磨难苦难里面，他们能够平静自己的心态吧。那这个是我想是一种比较接近空性的一个想法，而且对对方还是很原谅慈悲那这样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修行的方式。我个人又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我的师父包括师公在世讲的每一句话我都会自然记得，因为好像不用用什么力量他就自然记得，然后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讲的话就会浮出来。比如说我的师父，我刚出家他给我讲三句话，他说第一个耐得起孤独啊，所以你要耐得起孤独才行。第二个，人忙心不忙，虽然你出家要忙很多事情，但是你内心还是要保持很平静，因为本来都是一个磨练而已。第三个，人闲心不闲，虽然我们出家就像各位闭关没什么事，但是要内心里面要想着如何修学佛法，如何去利益众生。所以这三句话对我帮助也很大。第一个，耐得起孤独；第二个，人忙心不要忙；第三，人闲心不闲。不过在修行的过程，不管我们要达到什么阶段，一定要对自己很严格，因为我发觉也师父也跟我说，现在人对自己太好了，对别人不好。所以我的师父他一直给我讲，他说他32岁才出家，他是个军人嘛。那我的师公也是军人，他是出家后来被抓去做军人，然后后来再来出家了。所以他32岁去出家，他就拿个棍子就跪在真华长老面前说，哎呀长老，我跟你出家好不好？那长老问，那你拿棍子干嘛？他说，你不能跟我用讲的，你要用打的我才会进步啊，要用打的。后来为了这个事情，我也就问我师公真华长老，我说我师父有没有拿棍子？有啊，你有没有打过他？我才懒得打嘞，我叫别人打他。所以我师公就把我师父送给一个以前在美国很严的叫任俊长老。任俊长老那时候是也是在我们佛学院帮助啊，做院长。所以结果任俊长老有没有打过我师父？我问我师父，他说有啊。我师父说，你看师父房间有没有闹钟？我说没有啊。那就是任俊长老的标志。因为他说他去那边，然后我师公跟他说，你接近任俊长老3年，如果你离开他，你就不要来找我。那任俊长老那种严格啊，他是打巴掌的。因为我师父有时候负责早上要3:50要到大殿在忙的事情，有一天他慢了几秒钟，任俊长老刚好站在门口，你迟到了，然后就啪这样一耳光一打到他跌在地上了。所以我师父跟我说，这个方法对他很好，他永远不会忘记了，他永远不会那么失去一个正念，因为打出来的。所以为了这个事情，我大概修学前2年也经常请人家打我，因为我在打坐，在思维，不管思维无常思维空性，那有一位法师很会打，他就会打到我们啪一声，然后有些就跑掉了，有些跟法师都打架了，我是唯一留下来的那个。因为打到我已经没感觉了，但是我还在思维，但是对我来讲，我永远记住那种打的痛苦甚至有时候那个法师没有打人，他只打得像啪就好几个跳起来了，因为大家都怕被打。那当然这个意思是说，我们要去
思维空性或是修悲心，首先要把这个我对我的肉体啊，我对我的骄傲的执着啊，先打掉，而且是一种男人的方法啊。所以下回各位要不要打打看？是吧？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我们只能对自己很严格而已了，然后对别人，我已经训练到会笑，我会笑，我还不会抱，我会笑。但是我不太，就是说我以前会蛮，我们很容易用自己的想法去套别人，说你要这样。所以我师父也给我讲过，他说你不要随便，如果这个人他愿意用最严格的方法，你才可以对他。如果这个人他没有跟你讲，你就千万不要用，你只能自己回向给他。只是我师父又跟我说，他出家那么久就没有人来跟他讲说打他的。我们叫入室弟子，就是叫心子。所以今天你去认一个善知识，你愿不愿意跟他说我愿意做你的心子，你可以打我骂我，因为我要开悟，那你就可以，这是你的责任，你必须严格对待他。但是如果一般人他只想修行，只想出家，那我师父说我永远都对他很好，我被他欺负长大的。好，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达到无我的空性，达到慈悲利益众生，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三宝。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大家好，我是临床心理师黄天豪。疫情期间，大家的生活都受到影响，如果感受到焦虑、担忧等情绪，都是很自然的反应，多数人都能够慢慢的自我调适。如果您正在居家检疫或隔离，无法外出或是与亲友见面，感到孤独烦闷的时候，也可以透过电话或视讯与亲友联系。我们也可以主动关心身边的亲友，彼此关怀与问候是度过疫情最好的良药。如果焦虑、沮丧等情绪已经影响您的日常生活，可以拨打1925安心专线或咨询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让我们互相支持，一起守护彼此身心健康。士兵和豹子的故事。这是一个发生在埃及沙漠里的故事。一位被俘虏的法国士兵，趁着夜色偷走了一匹马，逃进了沙漠。真是太幸运了，终于逃出来了，我的部队应该就在那个方向，我一定会找到他们的。啊，哎呀，不好，这里怎么会有个悬崖？哎呀，怎么会这样？这下子要怎么办啊？啊，这里竟然有吃的。这可真是个好地方啊，有水还有吃的。哎，这里还有个深洞，真是不错的地方。好困啊，跑了那么久实在是又累又困，我需要先睡一觉恢复体力。没过多久，一头成年的母豹出现了。要知道，
能在沙漠里找到如此丰盛的食物，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怎么回事？洞里怎么会有一股陌生的味道？什么声音啊？怎么会有打呼的声音？啊，天啊，一只大豹！这要怎么办啊？我刚从敌营里逃出来，现在竟然成了豹的俘虏。哎，身上的枪被敌人取走了，要是有枪的话我就不怕他。哎，对了，我还有一把短刀，用短刀能杀死他吗？好机会，我出其不意的一刀砍下去，一定会将他杀死的。如果我一刀不能将他杀死，那我可就死定了。他进来的时候一定是发现我了，既然那时他没有咬死我，那我还是别太莽撞的好。当太阳升起的时候，豹子睁开了眼睛，然后认真地舔着自己的前爪。啊啊！我不会伤害你的，真的，我只是路过这里。你让我想起来我家里养的那只猫咪，不过，你可比它大多了。我家的猫咪就喜欢我这样摸它，没想到你也喜欢。趁他还陶醉着，我要快离开这里。现在他是不饿，一旦他饿了，那我可就变成了他的食物了。他怎么追出来了？不会是要吃我吧？你还想让我给你按摩是吧？那好吧。这只豹子竟然对我毫不提防了，我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一刀插进它的心脏？大猫咪，或许我们真的可以成为朋友呢。这位法国兵在抚摸豹子的时候多次起过杀心，只是在他内心的深处有一个声音要他饶了这只豹的生命。或许在这茫茫的沙漠中，他真的会成为我的朋友。你说是不是啊，大猫咪？转眼到了晚上，当黑夜降临后，法国兵感到了一阵莫名的恐惧，他下定决心逃离这里。休息了一天，应该有体力离开这里。真糟糕，那只豹子竟然追上来了。不行，我要找个地方躲一下。哎呀，不好啊，是流沙啊，这要怎么办啊？啊，救命啊，救命啊！大猫咪，快救救我呀！大猫咪，谢谢你救了我，现在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了。你走吧，我跟你回去。从此，这个法国兵就在这里住了下来。在这里，除了有泉水和沙枣，还有一位救过自己生命的朋友。而这头豹子，对他也收敛起了所有的野性，似乎能感受到他的情谊。其中的原因是无法解释的。哈，你回来了。
哦，大猫咪，看来你刚刚饱餐了一顿啊。啊，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只豹今天吃了个人，知道人肉的美味，所以想要吃我吗？啊，不好，这个时候不要他的命，那他肯定会要了我的命。好机会，远！啊，毒蛇，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说刚才那条毒蛇要袭击我，豹是扑过来救我的？大猫咪，对不起，对不起啊！大猫咪，大猫咪，你不能死啊！最后，这位法国兵被自己的战友发现了，并将他救了回去，但是他却经常独自一人在哭泣。大猫咪，对不起，如果能再让你获得一次生命，那我情愿付出我的全部来救你的。护生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
接下来请收看慈灯缅甸弘法行。